我不想结婚。如果真的能碰到一个让我为他改变的人，这么牛逼！首先我先对他一个 respect。交往的对象，你会跟他提前说你是不婚主义吗？我会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想跟我结婚了，可能是想赢。这样一个态度，让你的感情路十分的不顺。啊，男人是这样吗？涛是。家里随出去那么多，你这份子钱咋办呀？你要不结婚，我觉得其实让他们花钱去体验一下别的孩子结婚的快乐。事情都有两面嘛。啊，那为什么要来拍单人婚纱照？都说单人婚纱照了，你不觉得很适合我吗？对，我也觉得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必要啊。行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变装，还挺期待你的单人婚纱照的。